贺江山，我来找我丈夫，他们是来找他们团长的。我们没抓水仙，既然没有抓人，那让我们进去搜搜。这是政府要地，严禁进入。兄弟们，听到了吗？贺站长说这是他们的政府要地，不允许我们进去搜。你们说搜还是不搜？打了，请问。 贺站长，你是让我们进去搜查，还是让兄弟们砸了你这情报站？姚秋月，你是军人，应该知道军法。今天我是来找我丈夫的，不管军法不军法。擅闯复兴社，后果很严重，里面有很多的国家机密。你吓唬我？兄弟们，怕死的就别跟我进。那死像三岁的娃呢？弟兄们，给我继续找人。谁敢？ 廖副站长，等我儿子出来了，我可要跟你们俩算账的。水叔，你咋这么傻呢？水仙咋可能关在复兴社的房子里？报告，没有。报告没有。高登参谋长，所有房间都找遍了，没有开水，旅团长。 我估计他们把西安关在另一处了。他们要是不说，咱们也没有办法。啥叫没办法？我有办法。你有啥办法？他不是关了我西安哥吗？那咱为啥不能抓个复兴社的人呢？对呀，云秀说的有道理。那抓谁啊？还能抓谁？抓我哥呗。谁让他是站长呢？别怪我无情无义了。云秀，语重豪杰啊！我佩服你的侠义。狗屁侠义！ 我就为换回我哥，走。哎，秀，西安呢？那个干妈，我跟你说，你先别着急啊。怎么了？爸，没找到西安人。没找着？那你放心，我有办法找到他。何言呢？西安能在哪儿呢？这得问他们了。干妈，别着急。说吧，人关押在哪儿了？ 之前都说了，我们没抓水仙。姚秋月，你看今天这事儿啊，怎么处理啊？我今天既然能带着部队的人来，我就断定，水仙一定是你们复兴社的人抓的。你凭什么断定？那你就别管了，你只用告诉我，人关在哪儿了。没抓哪来的关呀？我最后问一遍，水仙关哪儿了？ 不说话是吧？好啊，那就有劳贺站长跟我们到团部走一趟了。我为什么要去啊？说白了，水仙一天不回来，你一天回不到复兴社。你想关押我？不关押你怎么能换回西安哥呀？滚！势力怕万。邓参谋长，把贺江山带走。带走。 想干什么？啊！想造反啊！太岁头上动土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！人家西安哥都是收拾过蒋委员长的，你还太岁，叫你算老几啊？押走！慢着，贺站长，你们不能带走，把他带走了，情报站的工作就得停。你要想好好工作，把水西安给交出来。云秀，搜也搜了，查你也查了，还非得说人在我这儿。既然你们这么蛮不讲理。
我这个副站长跟你们走吧。哥，你可想清楚了。我去你们团部待着。何站长，群龙不能无首，我跟他们去。